我的车很容易被鸟屎击中，长得丑就算了，又脏。请问大家有看过十一个车被打断三次的吗？他刚刚不是在搞笑吗？我是海莉，欢迎来到海莉的小黑手时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都市传说，对你的车越好，你的车越不容易坏。这是我是从宪哥那里听到的。Mini 这种车有灵性，一只要一嫌它，我经由前阵子的经验，我觉得应该是真的。因为我前阵子很忙，我都没有洗车，结果 Mini 一直给我搞拐。我现在要好好把这台车，不管是外观或内装，好好清洁一下，让它恢复往日的光彩，好不好？而且我跟大家说，我不知道是我有特殊体质还是怎样，我的车很容易被鸟屎击中。大家有空可以去看一下我 IG 限动，我真的每次被鸟屎击中，我都会拍，就是发限动哦。我们家附近的鸟吃很好，它每次一出来，啪，整个是岔出来，我真的快气死。嗨，我要镀膜跟洗车。要洗车是吗？是。好，那我们车子先停这里，然后贵重物品帮我们取下车。贵重物品？我没有贵重物品，带手机就好，就。这也太搞纲了。如果我的 mini 小阿红，然后我就失作了，是，但是我可能用一用觉得，怎么没效果了？我可以回来找你吗？可以啊，当然可以啊。真的，每一个项目然后都明码标价，所以有点像是我们买车有在选配。我现在我要选这个选配，这样选起来，我去旁边写一下好了。我跟大家讲，我第一次洗车洗到在写作业，他们叫我去圈出我这台车我最在意，然后觉得最脏要加强清洁的地方。我跟你们讲啊。这卡圈，这是我真的气死，长得丑就算了，又脏，三个礼拜前洗的车，现在就直接变这样。你看旁边还有我的几个手印，撑起来，这真的是刚洗过的车哎。然后每次鸟屎一定会滴到这，往前挡。我的天窗，因为通常我坐驾驶座，我会很喜欢看我的天窗，我天窗很大一片，那这里真的是很容易积灰尘，然后看起来就很脏。天窗，我会不会整台车都圈起来？应该差不多了啦，差不多了。那这些东西啊，就是因为它。车子现在是脏的状态下，那我们会洗完之后来做判断。OK。对，然后我们会针对这几个地方来去做加强。如果是一般民众，我就是可以在旁边休息了。对。那你知道我不是一般人吗？店长，我可以等一下加入一起弄吗？可以吗？为什么你很为难的感觉？因为我们这边所有的洗车啊，都是有经过考试。那个考试是当天我读完，我现在可以马上考的吗？基本上一般人可能要花一个礼拜的时间。那我当学徒好不好？ Okay. 我没遇过这种店家哎。我店问说可不可以，他们说当然。跟大家说，我发现他们这个制服版型不错，很潮哎。海莉，不好意思，这个我们衣服的部分，我们拉链要拉起来。你说这样要拉起来？对，要拉起来。所以我觉得这样比较潮因为是日本，他们是比较严谨的，他们很注重这一块。店长，我跟你讲，我上网有查到一个都市传说，网络上说你们家所有的设备、药剂，连毛巾都日本进口，是真的吗？真的，真的，真的，真的啊！你疯了吗？毛巾干嘛日本进口啊？玻璃、车身，都有分门别类。对，然后那个是内玻璃。不是，这毛巾跟台湾毛巾到底有什么差？其实差不多。师兄现在要做什么？会先从底盘跟轮拱。对，可以去冲它。先示范一次。我已经刚把手法学起来，他刚一直讲。那我们就从这边的底盘开始冲过去。好，交给我。快看我的手法，我刚好学起来。不对不对不对。我们在冲的时候，我们都是先从内规的部分，来去做一个冲洗，然后再来外面，对，才到里面。请问大家有看过洗一个车被打断三次的吗？太讲究了吧！我看，那我刚刚看里面啊，对呀、啊。
那我们是用右手的部分来转，然后再站起来，然后再往前走，再往那边冲这样。我跟大家讲，你过来，镜头过来一下，因为刚刚我坐在这第一线看，我冲完第一次，我想要里面干净的，结果刚刚店长在冲，这一坨污水是他刚刚第二次冲下来的，因为他刚的手法是连这里一些小角角都冲到，所以我以为我已经清洁完了，结果一样一坨这样下来。大致上冲底盘就是这样。OK。对，但是没办法，第一次可能比较不熟悉。不是，是你们太古摸了。我们要站这个位置，把脏污往那边赶。大家有没有发现，店长默默的把它拿回去自己洗完，他不给我弄哎。好了，我冲完了。我就知道，他们是不是觉得不放心？就我溜工溜工的。所以我想请问，这样撒跟一般我们啪这样的有什么差别？我们的泡沫是粒粒分明的，不会整片流下来。我们每一个都附着在上面，我们这样才会达到润滑的效果。职人般的精神，连这个都讲究。我们左手会抓着这边，然后就往前走。哦，就是把框起来，然后再来这样画。对 对, 對。OK， 交给我。先画框。你有看得出来，店长已经就是整个那个，这要知道什么职业病，强迫症快犯了，他想扒我头。还是说我们换个想法好了？什么想法？我们还是你帮我出钱，然后我不要做。不是不是，我们还是乖乖付钱。我们请技师来做。我的小阿红一定从来没想到，他出生这13年来会有这种六手连弹的景象。店长，请问我们刚刚洗车的水是可以喝的吗？这个我们是有经过阿红逆渗透去做过滤的，所以可以喝吗？喝我们是没有直接喝的。师兄，你不会觉得你去别的洗车店工作比较轻松吗？这里真的步骤很多哎。如果有 SOP 的话，一个人假如一个人做外观，另外一个人就知道说下一个是什么，他就可以先做。可是不是我说的是，因为这里还要考试哎，外面我没听过有人洗车要考试哎。我是这样说没错，但是我个人的想法，考试才会有那个上进心，才会有那个动力去想要去把它做好。好，对，很棒，谢谢师兄，我还是不能理解。下一个步骤是什么？那我们现在就是车身都做一个清洁完成了之后，我们有一个叫爆焰的药剂。爆焰，对，那这个药剂我们是在日本是有专利的，我们可以用这一罐药剂代替，就是说让全车就是让它有清水的状态，水全部粘在上面。对，那这个药剂可以去达到这个效果。师做3块，再回来第一块做搓的动作，交给我，看我的手势。都用 A 什么？因为像这种面积比较小啊，我们就不会刻意这样，我们就是直接狠搓就好了。刚刚我问的师兄说，为什么左手一定要放后面？你 OK 那个冰冰是吗？他说是规定的。我跟大家讲，刚刚乔治哥就访问了我两个师兄，说，你们觉得海力弄得如何？然后他们两个说，他刚刚不是在搞笑吗？懂啦，好久没有洗澡洗那么干净了。辣点太多，所以现在沒有看不出来，所以还要再继续往外推，对不对？我把它擦掉了，等我一下。到现在几点吗？现在下午5:25。
我的 mini 小阿红从早上11点多来到这，现在正在洗第三次车，很讲究那种职人精神。他们说啊，刚抛光完，然后有粉尘，一定要再洗干净才能镀膜。mini 这辈子没有洗，没有在当天洗过三次澡。我跟大家讲，我今天小黑手，这些小废手，你知道我后面两个老师直接在盯着我，你看他们，你看他们，我连要喷个这个镀膜前的第一层玻璃涂层，他们说要转过去，要这样。喷 W， 你看他们，到底我是在开刀是不是？我是，是这样。不好意思，剪辑师，你帮我计算一下，我们店长这一集 A 了几次？集满200次免费镀膜。这个是里面原本车身的烤漆，从2008年到现在已经14年了。尤其它是在引擎室里面哦，没有在外面风吹日晒雨打，它的烤漆是这样。有没有？有没有这样对比差很多哎？这是雾面番茄，这是亮番茄。因为我之前有在汽车论坛上面看到很多无助的匠夫，他们在论坛上面发问说。请问大家怎么去除车内旁边不管是硬质塑料或是皮革上面白白的东西？很多人说白白的东西是什么？然后那些匠夫们说，我老婆涂防晒，那个防晒乳里面会白白的颗粒，抹上去就是像这样。这真的是没办法，涂完防晒乳，手真的会抹到。然后这个东西，你弄一般的湿纸巾，你弄酒精都弄不掉。接着是镀膜的第二层树脂涂层。然后我刚刚问了一下，说，哎啊，那就跟刚刚第一层玻璃涂层一样，擦两次吗？不，我们的师傅，我的师兄说4次。我们现在是塑料件的镀膜，店长，我想问，塑料件因为通常使用比较久之后，它会有点雾雾的、灰灰的，这样镀膜之后可以让它变得比较黑吗？对，会让它比较黑，然后看起来比较均匀。对啊，而且因为防刮材质，顾名思义，它就很多刮痕。然后它如果一雾，然后就会更明显。所以如果让它回到原本那种比较黑色的状态，应该可以减少刮痕显现的机会。哎，会啦。做完镀膜之后，我们会有一本叫施工证明书。水晶镀膜是什么的 Q&A？ 那它的优点是什么？关于平常怎么洗车，这边都会有写。是，对这个东西的部分，它叫一个月点点卡。那您回来就是凭这张卡，我们就可以洗外表一次。这是很日本的，很像那个口红券。建议放在车上啦。OK。对啊，那您回来就是带这一本，我们凭这一本就是视同会员。了解。然后就是我们洗车，如果这个期限内的话，我们洗车是可以。就是便宜50块，而且我跟大家说，今天我会拖这么晚是我的原因，因为我刚刚有看了一下他们这边的指示，上面有在不同的品项与试做的时候大概会花的时间，它其实都很明确的写给你看。像这个我做的水晶镀膜会使用大约3小时，当然会依照你的车况，然后车款不同会有所调整，但其实都差不多这个时间。啊，我今天拖比较久，我害得，对不起。好，我的 mini 小阿红镀膜这个过程结束，大家有跟我参与整个过程吗？我觉得很疗愈，而且整个试坐之后的感受差超多。你们看我的车有多亮，跟新车一样哎。然后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这次 mini 小阿红镀膜的心得。老实说啦，我觉得镀膜坊间很多地方都有镀膜，而且镀膜它镀上去又是透明的东西，你花钱你看不到，其实很多人就会觉得这有用吗？然后我就研究了一下，然后我今天也是参与了一整天，我发现说，我觉得 Keeper 他们最大的优势就是在他们是日本的品牌，日本连锁第一大品牌来台湾，而且它是沿袭了日本那种很职人精神，很讲究，很古蒙。不管是所有配方、所有设备，甚至是这个梯子，也就是日本进口。重点是他们每个东西都明码标价，价格透明，不管你的车型大小，你都可以直接在他们的官网上面去查到你说想要试坐的资讯啊。最后，今天海力小黑手的计划，我觉得算是失败，我被他们退货。我觉得我不够严谨哎，我用一用一直被 A， 一直被 A， 而且我听说他们有在征才，所以如果你是严谨的人想挑战看看的话，可以去他们官网去看一下，然后我也会把网址或者你想要镀膜啊、洗车这些资讯，都会把网址放在资讯栏，有兴趣的话点进资讯栏看一下，好不好？就 mini 想要很漂亮，心情很好，我开着车出去兜兜风了，大家拜拜。